网友好啊，我这几天没做李少利的视频是吧？因为现在热点挺多，世界杯也好，胡鑫宇也好，这个事儿啊上了热搜，成为热点啊。但是今天我怎么再说一说李少利这个事儿呢？就是也巧合，今天呢我们家有个这个我有个亲戚，就是那个呼和浩特的内蒙是吧？离得远呢。联系不是那么太紧密是吧，但是隔一段通个信互相报个平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那个亲戚就是我这个外甥啊，他在呼和浩特，他是这个一个机关，也就是政府一个部门是吧，也是个中层干部。正好这个唠完家常嗑的时候，我顺便问一句，我说现在这个呼和浩特这个李少利全国出名了，我就不在这讲了。后人他就这个把他对李少利的看法或者是印象及有一些信息，比网友是吧说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讲过听了啊。他说就我，他这个事儿就是不要叫我把他的信息暴露出去，你别说我说的是吧。那么人家都是机关的中层干部，也是后备干部，特别负责任，说话也比较这个严谨啊，不像网上在喷那个胡编乱造造谣。他认识李少利，他讲的我给归纳一下几方面呢，就第一个呀，他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我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呼和浩特的政府的一名公务员，所以他还认识李少利。他说在呼和浩特，在咱们机关内、公务员内、体制内，没有接到任何怪李少利违法违规这个停止工作被撤销职务的通报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个文件。他说如果再有了，他说我们机关能不知道吗？是吧，都是体制内的，李少利这个是行政审批局的副局长，我这个亲戚也是一个部门的是吧，都属于这个政府管辖的，所以还认识。他说没有。说第二个就是李少利啊，现在仍然在工作岗位上，没被撤职，也没被这个没被停止工作反省，没有。他说这个他可以负责任的这个以党性以人格来保证啊。现在这个网上这个人就是随便造谣，又撤职了，又重返岗位上了，他根本就没被撤。他说这个他可以负责任的告我，是吧。那么谈起对李少利的这个印象看法，他讲了这么几个。他说李少利这个事儿啊，在呼和浩特本地啊反应不强烈，是吧，大伙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，就是在这个外省，在外边这个现在炒作厉害。他说当地的都没寻思，就这么一个事儿能炒到全国，成为这个网上的热点啊。他说这个没想到。那么他认识李少利，他谈了一下对李少利的个人的看法，他讲的都比较真实是吧。因为他们有时候经常在一起这个开会，有时候联合执法联合办公是吧，有时候业务上这个需要衔接和沟通互相配合，所以他认识。他对李少利的看法讲的实事求是，还比较负责任。他说李少利这个副局长给人印象是什么印象呢？这个人比较低调谦虚，不张扬是吧，不是说那么这个老百姓讲话呜呜喳喳的啊，口若悬河的嘎巴溜脆，他不是那样人，细声慢语是吧，说话呀各方面表达呀也比较含蓄矜持，这个绝对符合他的这个特点和特征。你看幸福法委会上讲话，他不是说那么讲话夸夸其谈，他不是那样人，就是不张扬低调是吧，这个没有锋芒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李少利啊，他比较温柔，善解人意，这个不强势是吧，所以这个李少利当这个县级也好，当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也好，是大伙呀都是这个基本全票通过，就是没有人提出不同意，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，所以大伙都基本上是一致公认的，就是一提他说行，这个人不错，就这么情况。因为选公务员机关里那大眼瞪小眼，那有多少个市政府评出，今年评出多少个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呢？那都有指标是吧，
大伙都盯着，因为怎么是平衡以后福利上待遇上不一样，这是第二个对李少丽印象。第三个，这个李少丽这个人缘比较好，那个团结同志是吧，有的以前在他跟他一起同过事的一个单位的甚至一个科室人员，就是他现在副局长的，原来没当副局长之前，他当那个副科政科或者是科员的时候，大伙都管他叫李大姐啊，当然现在不能叫了，因为副局长了。就说这个人随和是吧？第四个也这个也是网上的，这也是他被网暴啊，这个倒霉这个这方面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这个人长得比较漂亮，乐意打扮，还时髦，是不是？时尚是吧？他说平时他们有时候在一起开会，他就是这么个打扮是吧？大波浪头，完了是人长得好，一捯饬还干净利索，所以说他这个就网上啊，就是从这方面现在怀疑他、质疑他有问题。他平时他就是那么个人是吧？管着打扮的板板正正的，从来不看他特特乐乐的，是吧？这是他对这个李少丽这个印象和看法，他说的比较准确。他说除了纪委调查的这个情况，纪委有纪律需要保密没公布之前，他说剩下他说这几点他都是亲眼接触过的，有事实的是吧。在这个呼和浩特，李少丽就在老百姓中间就是那个卫星各方面都不错是吧，没有他干这么干审批局副局长啊，他以前的工作没有任何一点投诉是吧，他没有一点说是哪块违规违纪了受到别人的告发和举报，没有，他一点也没有，说白了一点污点也没有是吧。那么这个李少丽就这么个情况。那么现在啊，网上啊有人盯这个事儿啊，本身的做法就错误，因为怎么就根据这个耳钉啊、司机呢、这个点读这几个，现在就是推定出李少丽有问题，是吧？那么这就是有罪推定，我国的法律明令禁止的。你这就是脑一想，他肯定有问题。现在网暴更厉害，又是女，又是什么美人权色呀，又是姿色啊，又是花瓶，这纯粹污蔑之词啊，蜂拥而来是吧？这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本来这些老娘们长得就短粗胖，像那个咸菜缸一样，看李少丽长得好，那又戴着耳钉，又是副局长，这就一起攻击法界。我们现在从法律上，从纪委监察委，从检察院办案，都是实行一个叫疑罪从无，如果你怀疑他有问题，拿不出证据来，就按没有算。所以说到现在，那这一个多月了，网上也是人肉搜索，给李少丽拔了个臭流后，这恨不得祖宗三代，他爹一直到他孩子，他老婆，他这个弟弟，他姐，他拔了个底儿朝上，也没拔出问题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李少丽这个人身上有不足，这个有瑕疵需要完善的，这个人都不是圣人，谁也不说一点毛病没有，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网上的人身攻击，这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。所以根据到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了，李少丽好干部没问题，查不出来啊。你看看那个足球那个李铁带走不良天就投降了，就交代出同伙好一串，现在又找了好几个是吧。李少丽一个多月了，纪委也调查了，什么事儿没有。所以李少丽就是个廉政的好干部、好局长，是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人民满意公务员和先进，向李少丽学习，到这。